肖战老师，就是您是歌手出道，现在又回归到舞台的上唱歌嘛，从初登舞台到这次来参加我们的歌，您感觉自己最大的改变在哪里？最大的改变，自信了吧？绝对自信了，有啊，就对，就是这样。好，我明白了，我这位大哥，我向你学了一招啊。其实肖战真的，他其实是蛮惜字如金，而且回答问题的一般都比较精准。但是我今天向您学了一招，下一次录像的时候，我也会这样看着你。就意思你再多讲一点。好，那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您有很多的正能量的歌单嘛，那作为一个90后，歌单却如此的有年代感，您是如何定义您眼中的代际潮音？等一下，你先解释一下什么叫有年代感。比较有岁月嘛。好，经典的，好，经典，因为我觉得经典是不分年代的，我觉得经典永流传啊。然后所以我觉得代际其实就是经典，潮音就是代表创新，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的歌的这个节目就是创新跟经典相结合，然后碰撞出新的经典流传下去。好，漂亮，好，来，还有问题吗？来这边这位，我这边有两个问题想问一下资深。